躺在这边的时候吧，4年呢。他这场比较难，因为这场我是一个呈现一个烂泥的状态，所以他要帮我拆领带啊、戴眼镜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是完全的交给他，依附给我这样。现在开始他回来要控制我了。7级前我给我哥控制，7级后他就被我控制了。穿有一种长大的感觉。哥哥，期待等一下他的粥吗？当然期待啊，弟弟煮的，对不对？哥哥，看一下你的身高，来看一下2023年的钱。